看见吧，我穿个破裤子，你看不一样。我给你啊，行不行？多给，这个行情都涨不起来了，还多给。多少钱啊？今天完了，三毛。给三毛五。我想给你四毛五毛，人家不要，行情太差了。别太狠了吧，说了，你爸挣钱也给我赔了了。能能呗。就赔了呗，每天。木叶猪吃。啊，差不多。不赔了。回事。回事。木叶猪吃，挣钱赔了。一猪一天赔了也赔了。也一个猪得2块钱赔。安内365, 268。过两天之后把钱送给你啊。啊，行。慢走啊。我们家今天又卖猪了，上次是4.7块一斤的，已经亏本了。这次呢，才卖了4.3块一斤，那乘4.3。妈，这次要亏很多了吧？那次也亏不少啊。上次也亏不少了。嗯，卖了什么赔钱了？吃饲料吃很多钱了不？是。嗯。妈，到时候你都卖了吧，反正一点不赚钱呢。一开始说五月一能涨钱，那现在也不涨了。那么五月一还掉钱了？对，还掉钱了，反正。也不知道猪的行情什么时候能变得好一点，让我妈这些养猪农能多赚一点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